在迷你世界中，原来获得柳线根本不需要花迷你币，你们知道吗？众所周知，曾经的柳线它需要468个迷你币，非常的昂贵。那么在现在这个版本，该如何不花迷你币就拥有它？你们难道不好奇吗？众所周知，左下角的是柳线的换装皮肤摇月仙子。如果你喜欢柳线，请为它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点击商城，你们就会看到柳线儿，它是第一个，它是 number one， 比拉莎的地位都要高，并且柳线儿最喜欢小兔子。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二个就是此时柳线儿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但是今天我和学姐发现，在新版本中可以不花迷你币就直接拥有柳线儿，它现在在兑换商店中。当我们点击兑换商店，就会发现柳线儿需要一个兑换券才可以获得，但是官方的每天都送给我们一次免费开的机会，我们点击开启筑梦礼盒就会获得兑换券。用这个兑换券，我们点击右下角的去使用，就会来到兑换商店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我们拥有了一个兑换券。这个时候你们就会发现，柳线也只需要一个兑换券，点击兑换就可以获得柳线。这就是不花迷你币获得柳线的方法，你们学会了吗？